哈利波特的妙麗 Emma Watson 来到香港了，在机场到似乎得一个 fans 欢迎他的噃，难怪心情差了，黑黑地面都走过来留意多些东西，他似乎是真空来到香港的，上半身在紧窄衣衫之下见到两点春光，哎，望下好了，非礼勿视嘛。不过由于他成日黑面，加上好像对安排不满咁样啊，搞到大会原本搞好咗嘅送花环节都冇埋，即刻去到酒店休息就算数啦。Come on， 妙丽笑下嚟，香港欢迎你嘅。